我那个小手机呢？我刚才让你打电话也没打。你拿着，这好像在那屋呢，那我就拿去。晚上好啊，兄弟们啊。水开了。嗯，开了。完了。来给，先给大脚泡点狗粮，欢迎大家啊！这咋又整这么晚？哎呀，拍段子，然后白天还得找货，哎呀，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吃饭，我跟你说，一天都吃能吃上两顿饭，早晨一顿，早晨7-8点半一顿，晚上7点多一顿。我跟你说，来这挺累挺啊。不是说9点播，每天都是半夜播。哎呀，我也想9点播，真的，我是最最最最想9点播的。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播完去找货呗。那等播完去找货的话，人都那些该找货的地方人都下班了，还去找啥去了？大王应该找个运营，啥运营啊？运营干啥的呀？俺家有运营。只不过俺们家就是分配的，就是分配没分配好。找个经纪公司就不会累了。回来。木耳泡发蘸辣根吃，他哇塞了，那必须哇塞呀！我跟你说，咱家木耳必须哇塞呀！我跟你说，你家那是客服，俺家也有客服，也有运营。但是就是这不刚来这边吗？刚来这边就是哎呀，有好多事儿，就是你大地方和小地方它不一样，知道吗？你看俺们小地方啥也没有，自然吧，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儿。你来大地方了吧，它地方大，东西也多，然后自然就很忙到人，知道吧？因为你就像俺们那牡丹，刚照着杭州啊。那牡丹江照着杭哥，就是上属于小地方呢，是吧？然后还想找好的东西，还想给大家便宜的东西。今天倒是找了一个好东西，就是牙膏，但是呢，这个牙没有电充。大脚好像瘦了吗？瘦啥呀？瘦呀！哎呀妈呀，我都抱不动他。瘦呢，俺家大脚现在大体格子。欢迎贝贝姐姐啊，拿火腿肠就带走了，不可能。那火腿肠在哪儿呢？哪个肠？我进的那个肠，我倒的那个肠。在哪儿呢？在一号，就那你取去吧。现在在杭州，现在在杭州呢，兄弟们。现在在杭州呢，欢迎大家伙啊！玩游戏啊，咱们玩游戏啊！俩一伙啊，
兄弟们，咱们俩俩一伙儿，今天还是那么分。我那个笔呢？俩俩一伙儿啊，咱们玩啥呢？今天兄弟们，每天都在挑战狗狗的啊，每天都在挑战咱们家狗狗的技能。常住杭州，不常住杭州，兄弟们，每天咱们都在挑战狗狗的技能啊！欢迎咱家小温柔啊！欢迎大家伙儿，卫生纸呢？写两个字儿，卫生纸呢？写两个字儿。咱们家大脚啊，老厉害了！现在来，我写两个字儿。三爸，你家孩子在姥爷家呢？对，我家孩子在我老丈母娘家，在我爸那儿呢。啊、哦，来媳妇来，来你拿手机来，我再分啊。今天还是像昨天一样，兄弟们啊，咱们今天还是分三组抽啊。今天让家三位选吧，好吧，媳妇啊。行。今天让三位选。咱们玩那个蒙眼睛找零食，媳妇儿，蒙眼睛抢零食啊！咱们跟昨天玩的不一样啊，咱们今天玩蒙眼睛抢零食。这房子是租的，老爷咋长白头发了呀？累的吧？他老多白头发了，现在。十辆。Seven。老四，老大，大小，迷糊，媳妇儿，你说今天让谁挑？你不让三挑吗？让三挑，好。咱家没有体外驱虫啊。咱们让三挑，兄弟们啊。让大脚挑，媳妇儿。大脚又不会。让小明挑，小明会，小明会吗？不知道小明会不会。哎呀，看俺们大脚和老四老实，哎呀，你俩不愧是两口子。今天还是老四挑吧，来，四哥来，让三挑来，让三挑，进。进，小明哥，好，走了。大脚，大脚进，大脚进，大脚进啊！大脚回去了，大家三位选一下吧。老大，大脚，老四，小迷糊，老迷糊。啊，行了，咱们一，哎，一。你就让他选吧，选吧，三，啊，这个，快来看来，大脚，你看，你别，大脚这个啊，再选一个，大脚，再选一个，选哪个？选这个呀，行，啊，他俩一伙啊，他俩一伙放在这儿啊，大脚，你再选一个，再选俩，啊，好，出给老爷，出老爷，好不好？哎呀，不咬手，好，再选一个，大脚，再选一个。选哪个？大家再摸一个，大家再选一个，大家摸，大家三个选一个啊，这个那行，好，出给老爷，好，
去我的妈呀！啊，怎么？他那伙，他那伙，啊，看咱们家这个是跟谁一伙的？这是谁？谁 ？Seven。大脚。啊，大脚。大脚跟谁一伙？哎呀妈呀 ，Seven 别往这挤。啊，大脚跟迷糊一伙。哎呀妈呀 ，Seven。媳妇儿，今天大脚跟迷糊一伙啊。你看 Seven。Seven 别打。今天大脚跟迷糊一伙啊，看这个，老大。老大。是不是跟他媳妇儿一伙？媳妇儿，你猜是不是跟他媳妇儿一伙？老大跟谁媳妇儿？老大啊，老大，老大不是，老大能跟 Seven 一伙吗？老大跟老四一伙，老大跟老四一伙，三位跟小石榴一伙的意思啊，媳妇儿，对，看是不是啊？三位跟小石榴一伙，今天还是奖励咱家这个兄弟们啊，咱们家的大骨头，啊，大脚和谁一伙？大脚跟小迷糊一伙，啊啊，好，往这放起来啊，老大跟老四一伙，放这儿，媳妇儿，老大跟老四一伙，啊。大俩跟小迷糊一伙儿，三跟小石榴一伙儿啊，来，好，看他们谁能先抢了啊，兄弟们啊，闭着眼睛，咱们家今天的兄弟们，谁赢了第一名，我奖励给他一根大骨头吃啊，这是咱们今天的奖励，给你们瞧好了，啊，给你们看好了啊，这是咱们家今天的奖励啊，好 ，OK， 我把这个奖励啊放在正中间，啊，第一名是那个。第二名，媳妇儿，第二名奖励啥？第二名啊，第二名，第二名奖励这个吧，啊，兄弟们，第二名的啊，今天第二名的话，我奖励这个大磨牙棒，兄弟们，我奖励这个啊，谁得第二名，我奖励这个是，啊，第三名奖励啥，媳妇儿？第三名啊，第三名，好，媳妇儿，第三名奖个肉干吧，行不行？行行，第三名我奖了一个大肉干吃，兄弟们啊，来，第三名奖了一个肉干吧，奖了一个大点的，奖了个这个肉干，第三名啊，行，好，第二三名，来，咱们先让三个跟小石榴先来，兄弟们，把眼睛必须得给他们蒙上，啊，咱们把狗的眼睛蒙上啊，让他们找，大脚进来，大脚来。刚才是大脚跟，先大脚跟小明一会儿啊。对。大脚先进来呀。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大脚不愿意进，大脚不愿意进，哎，怎么的？石榴，石榴，石榴，石榴。好。好，看我们家三万，看家小石榴啊。第一轮咱们抢的是咱家这个火腿肠。哎，火腿肠媳妇儿。火腿肠这有吧？啊，没有了。火腿肠味儿大啊，兄弟们啊！火腿肠味儿大啊，好抢！因为咱们这个游戏，兄弟们啊，咱们家这个游戏，今天这个游戏完全是靠嗅觉啊，兄弟们，完全是靠嗅觉啊！来来来，拖鞋了。咋呀？咋了？你那阵穿的是我的，我穿大，你穿小。来，一会儿来，三蹲这儿，三来，三蹲这儿，小石头蹲这儿也行，小石头蹲这儿，三蹲这儿。啊，完全靠嗅觉啊！我想找我小凳呢。在后面呢。我拿个小凳坐啊。不许挠啊！你们谁不许谁不许挠啊！我把火腿肠放在这个位置，媳妇儿啊，我把火腿肠放在这个位置。好了，我现在呀，要蒙上你们的眼睛。能蒙住吗？双眼啊。石榴不许动，蒙上眼睛啊！不许动！我给你，我领你们看看，确定一下是否能看见。我感觉能看见呢。啊！别动，石榴不许动啊！石榴，不许动啊！石榴，你别动，坐下，坐好了，不许动。这样好了，不许动啊！好了啊，十分钟能看见了啊，三分钟肯定看不见了。三步走，三步走。不
蒙住双眼啊，抢火腿肠，我有三个数，你们才能抢十辆。十辆，不许动。十辆不能玩了。好，预备。三万好像看见了，十六还在找。这不算啊，这三万看见了。这俩家三万看着了，兄弟们，年龄最大的两只，啊，把卡鼻子那个地方什么，把卡鼻子那个地方怎么的？给他那个啥吧。之前就做过，三万会动啊。卡嘴上，对，兄弟们，来，卡把卡鼻子那种给它卡嘴上。对，好了，再来，再坐来，不坐，最好不坐，媳妇儿，你把火腿肠拆好了，媳妇儿，你在后面拿火腿肠拆好了，来，再坐，坐这边，对动啊，小平花，小石头来，媳妇儿，嗯，别放正中间了，你别放正中间了啊，那放哪？我把卡鼻子这里，啊，怎么看给三万。啊，我会了，媳妇儿，我会了，不许动啊！不许动他啊！好，这个看不见了啊！三，不能动。不能动啊！不能动，三分，哎，不许动！你看看，好，咱玩游戏，咱俩玩游戏，好好玩啊！实在不能动啊！好。好，放好了吗？媳妇儿，火腿肠放好了吗？放中间吗？放好了吗？对的啊！好，放好就行，不能放中间，放中间三万可能能找着。好了，各就各位，一、三，玩累了啊，算你淘汰了啊！不好了，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是的。真是的，杜哥啊，三，淘汰，直接淘汰，石头赢了，石头赢了，今天啊，小石，啊，这游戏三被淘汰了，兄弟们啊，我不是谁也不偏向，兄弟们，这游戏我谁也不偏向。你看你老宅他干啥呀？你说你啊？我谁不偏向，兄弟们啊？三万他自己淘汰的。老铁吧，十五号不能下单吗？十五号链接可以下单，兄弟们啊！十五号链接，39.9一袋，兄弟们，咱拿这个，这个肉干，兄弟们，39.9一包，400克的，然后赠一包9.9的零食，咱们家赠一包价值13.9的零食啊，兄弟们啊！石榴还蒙着呢，哎，这个游戏 Seven 根本不想玩。你们下一单那个，然后给大家赠送一袋啊，对，赠送一个磨牙棒，兄弟们啊，赠送一袋。你们买，咱大家伙买咱家这个肉干，买第15链接买肉干的话，直接赠送一个这个，可以下单，兄弟们，都可以下单啊。第15链接可以下单，媳妇你看一下买不了吗？第15链接能买，兄弟们啊，就来38公正，必须公正，兄弟们啊。这个游戏，兄弟们，这个游戏已经把小三文淘汰了啊，老铁们啊，小石榴赢了，我把三文直接淘汰了，啊，不是我偏向，兄弟们，我谁也不想偏向啊，三文直接淘汰啊，就剩小石榴了，兄弟们，好了，三文进去吧，这什么呀？好了，没事，来三文来，下一个谁？下一个老大和那个谁吧，老大和老四一伙，老大和老四一组啊，咱们进来，咱们进去，咱们
你淘汰了他吧，小心。来，小明进去。小明上来，小明来。小明花，明进来，明花。老大出来，老大，老大来。好，老大和老四一组，兄弟们啊，看我四哥媳妇，你去给狗蒙眼去。你看能给把眼睛给蒙上吗？欢迎大家伙，兄弟们啊！哎，这是干啥？这什么红包？这红包是干什么红包？来，过来，玩个游戏，别太较真儿了。好的，好的。这玩意儿不剩，不能这么对塞吧？兄弟们，那你看看，那小石榴是狗，你不那么对塞文的话，就偏向塞文了。你对石榴不公平，知道吗，兄弟们？啊？你看看，人家补啥呀？小明后别跟老大、老四关一起，没跟老四关一起。我来吧，我来吧，媳妇儿，你不行，你不行，我来，行，你我来吧，你过来来，拿手机来，我来。不愿意，你看老大不愿意了，不是老大不愿意，兄弟们啊，不是老大，老大过来来，老大，看老大愿不愿意啊，老大坐好了，老大来，老大来把眼睛给老大蒙上啊，老大真乖啊，哎呀，你看老大真乖，你记得有点太小了，不小，这正好，好，老大，他一低头就那个啥了，玩游戏呢，玩什么玩，你看。老四，你干啥呢？举个大定。玩了。咋不玩了呢？太小了。石榴直接冠军了。嗯，石榴直接冠军。不蒙眼睛不就行了？不蒙眼睛还有啥意思了，兄弟们？那不蒙眼睛不跟昨天晚上玩的一样了吗？对不对？都不喜欢看到没，没法比。都不喜欢看到没，没法比。感谢大家伙送的礼物啊，谢谢大家伙啊，欢迎来到咱家直播间啊，感谢石榴吃了没啊，找个布吧，你找啥都不行，兄弟们。哎呀，这个游戏不适合咱玩啊，兄弟们，你看咱黑粉啊全来了，兄弟们，大家伙不喜欢玩这个游戏，知道吧？嗯，有好多朋友们感觉我把狗狗眼睛蒙上了，属于虐狗了，知道吧？不行，换个别的游戏吧，兄弟们。换个别的阳光一点的啊，换啥游戏呢？媳妇儿，想一个游戏跟狗一块互动的啊。媳妇儿你装死来，媳妇儿我发明一个好游戏，兄弟们，买了500个木耳，收到了很好吃，之前买的试用装，谢谢大家伙啊。媳妇儿再玩这个装死吧，媳妇儿你手里拿个零食，媳妇儿你拿零食，然后你吃吃，扑通一下就躺地下了，啊！你看他们有啥反应？啊！以前都是我装死，以前都是我装死，是不是？以前都是我中毒啊！他们现在对我都麻木了，兄弟们，你们瞅见没？他们不在屋里尿，兄弟们啊！他们现在不在屋里尿，这些狗都不在屋里尿啊！以前呀，兄弟们啊，我左总装啊。不谢不好吧，喊狗狗的名字。媳妇儿你就选哪个游戏，喊狗狗名字吧，不玩装死了，磕脑瓜疼。来喊狗狗的名字吧，兄弟们。好吧，今天买了两袋，来。喊狗名怎么喊啊？来大家伙儿，我跟你们说一下子啊，你们都坐好了，来坐上面，来上座，来上座，来啊，老大上座，大家点上座。老四，小明花，小明花，小明，咱们来，咱们上桌，哎，好，好宝，咱们上边来，哎呀，这个沙发是正好给你们安排的，
啊，正好给你们安排的。哎，我给你们准备了丰富的零食啊，我叫谁的时候，谁才能下来领零食？啊，不许动，站点儿，我坐好了。这游戏玩的稀碎呀，兄弟们，老爷声太大了，大点还没学会呢啊，真整不了啊，兄弟们真整不了啊，欢迎大家伙兄弟们啊，玩什么游戏你们能好好玩的，我在想啊，玩什么游戏你们能玩呢啊，玩找东西的，玩找东西的行吗，媳妇儿？你说，好长时间不玩找东西了，是不是？来的第一天晚上玩的呀。第一天晚上玩好，玩找东西了吗？嗯。他们咱家狗子怎么越回越回旋呢，媳妇儿？我感觉，他们怎么现在越回越回旋呢？这家伙，你瞧瞧他们跟着你屁股后，哎呀，我的妈呀！我得把我的好吃的收起来。我告诉你，媳妇儿，我得把好吃的收起来。我得把好吃的收起来。感谢阿斯托北啊，感谢大家。小鱼给我偷吃了。啊，你以为闹着玩呢？这是，来过来，来找零食，来过来，来，都过来，都来，上我人家来，进来，来，进来，进来，来，老大，走来，走来，来，老大，老大进来，老大，老大进来，来，小石头来，好，好啊，谁都不许动啊！我尝那个火腿肠啊！哎，三位，我尝那个火腿肠啊，好。谁能找到这根火腿肠啊，谁要能找到这根火腿肠，真的我把这鞋吃了，我跟你说啊，你别人谁能找到这根火腿肠把鞋吃了，他把这火腿肠啊放在鞋壳里，这家人底下是胶粘的啊，谁能找到这根火腿肠我把鞋吃了，他收，门没关上。这家伙，这谁上桌子了？收啊，收！找找找找找找，在哪儿呢？哎，好，找找啊！都往沙发底下找，都跟着三文走，三文收。谁的鞋呀，媳妇儿？啊！搜搜搜！啊，咱要找棍儿，啊，棍儿里没有，一个口找就行了呗。来来来，干干啥呢？太明显了，这个啊！搜，继续搜，来继续搜，小明搜搜找找来。沙发呀，柜里头啊，兜里头啊，拖鞋里头啊，啊，搜一搜，老大哪儿来？老大哪儿了？这老四也在那闻呢。老四也找，这找不着媳妇，这鞋太臭了，媳妇这鞋太臭了，媳妇。你看他们想闻都没闻着，你看啊，你看啊，再来，再来。
你别指、啊、我指的它都闻不着，我跟你说那鞋太臭了。在那儿呢，那块那边在这儿呢，没闻着吧？你看，你没闻着，这都没闻着，媳妇，你瞅瞅，啊，你瞅瞅，你那长点带皮儿，啊，然后你看你要不找，你要放个磨牙棒，你看它能不能找着？哎呦我的妈呀，这干啥呢？这是，我的妈呀，抢上了。这家这 Seven 咋的了？今天鼻子不好使了呢？我的妈呀，都四招了，是不是？啊 ？Seven 咋的 ？Seven， 你儿子找着了，你叫我啥呀？明花。你乖乖，一会儿鞋咬坏了。明花，给老子看看里面有多少钱。明花，来，我来替你拿出来。明花，来替你拿。来替你拿，是明花。哎，老四找着，迷糊找着了，媳妇儿。老四找着的啊，老四找的。老许明花，你把拖鞋给老爷，老爷把火腿肠给你，拖鞋给我。然后后来小明花去了。玩游戏还搭纸鞋。明花，你让你握手。明花手，握手，明花，握手，明花，握手，明花手。火腿肠我给你，明花，你把拖鞋给老爷们。握手，明花，握手。握手，不知道，握手，迷糊咋着啊？迷糊，老爷说了，你握手。火腿肠可以给你，但是你得把鞋给我，知道吗？迷糊啊，好，迷糊啊。哎呀，俺家迷糊训不出来呀，兄弟们，迷糊只能这么对待，知道吧？啊，你得让他信任你，知道吧，兄弟们？你不能总骗他，你越骗他吧，他越不给你，知道吗？以后还不给你。啊，哎，你看，兄弟们，把拖鞋给我了，啊，我就把这火腿肠给小迷糊吃了他。啊，小迷糊以后就信任你了，知道吗？你把鞋吃了吧。明儿把鞋吃了，明儿快去，明儿把鞋给老爷吃了，快！啊，明儿，把鞋给老爷吃了，去！吃不吃？明儿吃了呀！哎呀！哎，鞋坏了。哎，欢迎家人们啊！拖鞋就不能吃了，兄弟，我没鞋子能找着。我没寻思老小明，其实老四找着了，兄弟们知道吧？其实老四找着，不是迷糊找着的。我应该把这个奖励给老四，知道吧？我应该把奖励给我四哥呀，兄弟们啊！这个教导方法好，我得给我四哥整一个。四哥火腿肠，媳妇给我四哥整个火腿肠吃。来，四哥，哎呀，给老四整火腿肠。
火腿肠不知道放哪儿了，放这点儿，我给四哥找火腿肠啊，兄弟们啊，我肯定是我四哥找着的，奖励给我四哥，小明也找着了，是啊，兄弟们，我给小明我奖励了。啊，奖励我四哥了啊！我四哥到底吃没吃，媳妇儿？吃啊！我怎么没看着我四哥吃呢？啊？四哥，火腿肠你吃哪儿去了？四哥？啊？迷糊，你真踩拖鞋呢？迷糊，老爷跟你开玩笑呢，迷糊来。握手，迷糊，握手，迷糊，握手，握手，握手，迷糊，握手，握手，握手，迷糊，好好迷糊啊，好迷糊啊。就把鞋放下来吧，行，鞋放下来吧，别咬坏了这鞋，放下来，别咬坏了啊！一孔煤，这鞋谁放这儿来的？这鞋谁放这儿来的？放下来，行了，一会儿鞋就坏了，再重新来啊！打倒日本兵！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兄弟们啊，有想买咱家东北黑木耳的。咱家东北黑木耳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19.8元，兄弟们啊，19.9元，180克，兄弟们啊，咱家东北黑木耳一包木耳，咱家是一包木耳，兄弟们19.9元，然后呢47.9元一斤，来47.9元一斤，四哥来，再重新来，四哥来，来再考考你们啊，咱们再来吧，这回把这个零食，兄弟们尝了。来，长勇哥，你差点咬着我，啊！我把这个零食，我把这个火腿肠藏在一个啊，只有俺家 seven 能找着的地方啊！来吧，说我家 seven 能找着的地方，过来了，进来带点来啊！只有我们家 seven 才能找着的地方啊！藏在一个只有我家 seven 能找着的地方，媳妇，你说什么地方只有 seven 能找着？啊？这个地方只有 seven 能找着，谁都找不着，兄弟们，啊！我放在这个抽屉里头，兄弟们知道吧？啊，媳妇儿，你把这个，你把这个火腿肠放在抽屉里之后，你找个东西再给它盖住它，知道吧？放盒，媳妇儿来，放盒，你把这个卫生，你把放营养膏这盒里头，兄弟们啊，盖上盖，好，放里头来。兄弟们，这里头是一根火腿肠啊，这个只有我家 seven 能找着，别的狗我根本就找不着。放里头，媳妇，放里头，放井里头，只有 seven 能找着啊。好，扒皮，啊，搜吧，去找，直接给他完了呗。这你就不懂了吧，铁子啊！直接给他就完了，那直接给他粑粑就完了呗，是不是兄弟们？那直接给他粑粑就完了呗，那省得吃了，对不对？省得消化了，是不是？都不用消化了，直接啊，多费劲呢！吃都费劲，吃都累，我跟你说。灯牌咋送不出去？我不知道，兄弟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灯牌送不出去啊、嗯！我不知道，这一天天的，你媳妇儿我用，行啊、嗯。哎，三万竟然没找这个抽屉哈啊！三万，抽屉咬坏了。咱们家东北黑木耳，兄弟们，19.9元，180克，47.9元一斤。咱们家东北黑木耳，老铁们啊，47.9元一斤啊。正常咱们在外面都得买60-70元一斤，兄弟们啊，在咱们家47.9元就能买一斤咱们东北黑木耳。嘿，只有俺家 seven 能找着呢，这怎么 seven 找不着了呢？啊，这抽屉太多了，现在。
这个抽屉空的，咱们啊，三文找不着了。大点放弃了啊，大点放弃了，老爷不会亏待任何一个魔孩。搜，哎，找着了。三万，爸告你啊，三万啊，咱爸告你，咱这还有一个抽屉没找，三万，三万，咱还有一个抽屉没找，三万，你找看咱哪个抽屉没开过，三万，你看咱哪个抽屉没打开过，三万，啊？三万呢？你看咱哪个抽屉没开开过？我的妈呀，干啥呀这是啊？啊？媳妇垫子掉了，媳妇，我来，媳妇来。哎呀，我的妈呀，这干啥呀？你们几个这是？啊？起来，下来，来。小明，你干啥呢？明儿，明儿下去。我把米窝坐底下了啊！不，米窝别出来！咋三文你怎么连他鼻子不灵呢？听说俺家三文怎么……哎，兄弟，你们发现三文怎么到这个地方之后，三文的鼻子不灵了呢？我发现呢啊！三文呢？三文你鼻子咋不灵了呢？咋不好使了呢？搜啊，三文呢？三文，找抽屉，找抽哪个抽屉没开？三文，搜！哎呀，怎么才能给三文一种提示呢？你不扒皮，气味太小了。三文是不是三没怀孕，兄弟们啊？俺这三没怀孕，三文始终就那么胖。三文，抽屉。抽屉，哪有抽屉三？上抽屉，三万，电视柜三万来，三万，电视柜哪是电视柜三万？啊那儿啊！哎呀！看不上兄弟们，看不上，三万找不找着？咦呀，啊，是不是抽屉的甲醛味儿太大？应该是那个抽屉。哎呀，那个抽屉里之前放中药了，所以那中药味儿比较大。聪明啊，三万呢？啊，三万呢？你把火腿肠给爸爸吃。三万，你把火腿肠给爸爸，爸给你打开。三万来，给妈妈，妈给打。啊，三万找着了啊！媳妇，这个火腿肠只能奖励给三万啊！啊，现在不能吃啊，只能奖励给三文啊。小明真坏。咱家这个东北黑木耳，兄弟们，19.9元180克啊，47.9元一斤，兄弟们啊，你们有想吃木耳的，兄弟们啊，木耳炒肉啊，木耳涮火锅啊，炒辣，木耳蘸辣根儿啊，木耳拌凉菜呀、啊，兄弟们啊，木耳炒鸡蛋呢、啊，兄弟们，木须肉啊。哎，想吃木耳的好朋友们啊，哎，想吃那个咱们东北那个兄弟们非常肉头的木耳，了解吗？啊，你们可以去下一单，47.9元一斤啊，咱们南方都卖60-70呢，兄弟们啊，咱们家东北这个木耳才47.9元一斤，而且都是咱们今天刚下来的啊，了解吗？啊，嘎嘎好的木耳啊，小木耳在小黄车吗？木耳在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的帖子啊。第二个链接啊，东北黑木耳这个链接，你47.9元你就能拍一单啊，选规格，没有不选规格拍不了。四哥呀，你姥姥的袜子好闻呢。媳妇儿，你再尝一把。媳妇儿，这么的，俺们几个都进笼，不，俺们几个都进屋，你尝一个，让俺们几个找啊，我也找，行不行？媳妇儿，你尝一个难一点地方，行不行？啊，咱们几个一块找。哇塞，怎么了哥？来，三太聪明了，再三文找一遍啊！好，三，你不用拿手机，来进来，
火腿肠行不行？火腿肠就行。啊，你给三文一下子，给三文一下子，不用拆开，媳妇啊，给三文一下子来。你媳妇真年轻啊。三文一下。啊，他们都闻一下，他们都闻一下，他们都闻一下，来，都闻一下啊，都闻一下，哎，都闻一下，来，三文进来，来，三文进来，来，三文进来，来，好啊，我要关门了啊，好，好，不许动，弄，不许吱声。啊，董老爷还好的时候，咱一块出去找去。啊，弄，不许吱声啊。我说新来的，说话是 Seven 吗？说话是 Seven 他儿子。睡衣有链接吗？没有链接，兄弟们，咱俩不卖睡衣啊。好了，兄弟们啊，好了，搜，快搜。哎呀，我想想啊，我也找。你都未必能找到。我未必能找着。我找着了呢，媳妇儿。啊。我看我能不能找着啊？我未必都能找着，媳妇儿，你的意思是？你没拆开吧？我没拆开。啊，有些人真无聊，老大永远吃不上，永远连个参与奖都没有，可怜呗，太可怜了，老大。啊。兄弟们，咱这个游戏从刚开始，从刚才玩一直到现在，就 Seven 和小明在这吃着了，还谁吃着了？你告诉我，铁子，啊？那大脚我也没给呀。搜，大家伙没点亮，咱们点点亮，兄弟们啊！就你每天读他东西，我现在读他东西，兄弟们啊！搜啊！这东西这么难找吗，媳妇儿？啊，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啊，这里有没有媳妇儿？嘿，这里头也没有，我的妈呀，媳妇儿，这里三万那里没有，对吧？在这里头没有。笼子是新买的还是家里的？新买的，兄弟们啊。嘿，这里头也没有，三万这里，哎呦我的妈呀！这里头也没有，三万出来吧，没有这里头，三万出来吧，这里头没有，出来吧，这里果然没有三万啊，果真是没有。小明花，你出来来。没在柜子里。既能看得见还不好找的地方。既能看得见还不好找的地方。啊，媳妇儿，这个你难为我了，媳妇儿，这个你真是难为我了，连我都找不着，你拿手机来，媳妇儿，你拿手机来。嗯，我靠！一二三四五六，十粒不找六，那个狗猴子带的六个狗在那走，鞋盒里边这屋也没有鞋盒子呀。既能看得着，还三万搜。你说这地方三万能找着吗？Seven 啊，差不多吧，没在那里。搜 Seven， 你别在那儿打扰 Seven 的那个啥。Seven 搜，那里没有。搜。小明花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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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花进
哎呀，媳妇，这个你是难为我了。哎呀。啊！我的妈，媳妇，我都找不着，狗咋找啊？啊？哎，我感觉三文笔怎么不太灵了呢？三文，搜三文。媳妇，我都找不着，你给我找找啊！你有狗鼻子呀？三文。三文，对，搜，我操！这谁找的？三找的吗？啊！我操！三，爸给你拿来！我的妈呀！我找了半天，我没找着，让三找着了啊！哎呀妈呀！我找了半天没找着，结果还得是咱塞出去呢。啊？对，新家得适应，有其他的气味，可能是知道吧？他得适应。Seven 他也是有点那个不太适应。Seven 聪明啊，这回得查家。是不是既能看得见，你还找不着的地方啊？查宝。是不是吧？啊，来，老爷必先给你们一个安慰奖，好不好？来，我一直给你们一个安慰奖啊，好不好？都可听话了，来。我藏东西的时候，可谁都看没看见啊，连你们都没看见。那媳妇儿，我这个我藏，你找吧。啊？我藏你找。来给安慰奖啊，来，小明花，小明一个安慰奖啊，好。三个一个安，三不给了，小石头一个安慰奖，石头。石头，这家伙的。石头，我的妈！啊！哎，我跟你说，那种人就是个嘚儿，不用搭理他。我跟你说。好。好，媳妇儿。来，进来，这位三文爹尝啊，三文爹尝完了之后那个啥，来过来，来，进来，你看还是俺们三文，哎，你们这些，哎呦我的妈呀，长没长大脑？快来，你说这有传的肉干儿？嗯，好吧，行，你给我闻一下去。来，快来，进来，来，你给我闻一下，我闻一下子，好，等你呢，我没闻。怎么有股柠檬味儿呢？来，都闻一下子啊！闻一下，老师，闻一下子，小明花，三万，尿尿了。那怎么尿尿了？都闻一下子啊！都闻一下，来，关门。别出去。对，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天梯子长点身材，看能不能看见？听听动静。你们觉得它能藏哪儿？三文别叫。好啦。哎呀，我的妈呀！走吧，我拿手机来。那你拿吧。我拿手机啊，我兜里肯定没有。啊。我兜里指定是没有。欢迎大家啊，老铁们啊，看我媳妇能不能找着。看我媳妇能不能找着。然后大家伙儿就想买压缩毛巾的兄弟们啊，咱们家压缩毛巾9.9元20枚，19.9元50枚啊，29.9元100枚压缩毛巾，兄弟姐妹们啊，100枚压缩毛巾29.9元，有想买压缩毛巾的，你们可以去下一单。没有，没放一个袋里的，不是袋里头啊，媳妇儿，绝对不是袋里头。有需要压缩毛巾的话，你们可以去买的压缩毛巾，兄弟们啊！三文搜这个地方，媳妇儿啊，这个地方是我感觉是好找的一个地方，我感觉像我说的是能看得见但不好找，还找不着的地方还是什么看不见？媳妇儿，这个地方是看不见，但是好找的一个地方啊，看不见但是好找啊。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就你这智商啊！啊！就你，哎，我都能找着炖锅忘狗了。我媳妇居然知道我被藏盆里了。哎呦我的妈呀！那大点吃饭吧，媳妇，大点吃饭来。那怎么的？这肉干我也不能吃啊。那你想奖励给谁你就给谁吧。啊？你想奖励给谁你就给谁。不，你就想那个，你想奖励给谁就给谁。我想奖励给谁？啊，都想给啊。都想给，你只能选一个，你选谁？只能选一个。啊。给谁呢？啊？给老大吧。给老大呀，哈哈。那行，给老大吧。你想给老大是吧？好宝，啊，给老大了啊，好。啊，老大呀，老大捡个漏啊。来，给你们啊。安慰奖，虽然说啊，给个安慰奖啊。给大点一个，给大点一个，大点也能吃，大点一个，大点能吃，给大点一个。别搁那去，十六呢？老大呀，你得了一个安慰奖，你得了一个，哎呀，老大捡了个漏啊，兄弟们，看着吗？哎、你说这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呢，还说的就是我太聪明了？你太聪明了，媳妇儿啊，你太聪明了，跟了不了解我一点一毛钱关系没有，就你太聪明了，媳妇儿啊。欢迎家人们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啊啊！我没找够。你咋取关我了？兄弟们，三元街从来没给谁取关过啊！啊！只有说谁把我取关了，我才把谁取关。啊啊！咱家有因为啊，进去我的。干了！干了小迷花啊！干了你！这咬小石榴了是不是？我看来石榴咬坏了，把腿咬坏了，啊？行了行了，来给他看看。腿坏了。哎呦我的妈呀！你哥的。这哪出血了？我不知道，肯定腿出血了。腿哪个地方呀？那个有纸，啊、那顶上呢？这个、那顶上。这个地方你这个爱千刀的你，都起来起来，别围我这了。我看一下子，回到其实石头上，这小迷糊。其他地方有没有坏的地方啊？我看这地方是什么口啊？你还有？应该什么口？就咬电头，咬刮坏了，刮坏了。那、啊、你妈这小迷糊啊！这个小迷糊。石头。你还过来你？回头就这样，来。这咋整啊？这附近哪有宠物医院呢？你要是划破一个小口的话，那个啥，明天早上上药店给他买点那个啥消药毒。小口的话，你去了人也不跟给你缝针。嗯，别扒他了。那今天是十日进龙吗？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他就压眼儿，知道吗？对，出一口血就没了。嗯，现在，哎呀，这个地方还有明天得备点那个纱布呀，还有那个啥玩意儿，因为这边那个宠物店。宠物医院也挺不方便。学甜甜吧。别让他弄了，你给他关笼子里吧。啊。
他那个一会儿只要他不那个啥的话，一会儿他就那个凝固了，你越整他越那个啥。你看好了，不出血了，你看。嗯，就是猛地咬了一下子有血，现在兄弟们看，现在没有血了，看了吗？看了吗？啊。嗯，别整了，别整了。等会儿，看看有没有血了啊。你这样尬悠肯定会出血，知道吗？是我把那个埋着的血给它吸干了呀。这比如说，你正常咱让狗咬了之后，你得往外把血挤出来呀，对不对？明天买点止血粉，然后买点那个胶布，买点碘伏。背到谁这儿？背到啊。正经小明咬了吧，你把赶紧甩一甩，没血了，兄弟们。没事。嗯，刚才没少出血，看到吗？这小明，你给我揍揍他，媳妇儿。当然得揍了。你给我咋揍他？给他妈都咬了。拿手揍呗，咋揍？反正你不能先用刀子砍。那谁身上脚老疼了？你看这明早了，因为明天别领他上外边了，就让他在屋里上吧。因为啥呀？那不一人给一个小时，他吃的慢，他们吃的快。哎，他可以用劲手道了。就是一个牙眼，知道吗？就是一个牙眼。我过来，来，我过来。倒反天罡的玩意儿，你。你干啥呢迷糊啊，你干啥呢迷糊，哎，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啊。啊。你要干啥啊，干啥？你说什么？你说啥？他是真不怕你啊！啊！闭嘴！你看给石榴咬的，石榴来，过来，石榴来，石榴过来来。他自己舔脚呢。那是妈妈不？是妈妈不？啊？啊！把你一把手把你养大的啊！是不是妈妈？是不是？啊！你别给我呜呜！把枪给我收回去！站回去！把枪给我收回去！因为啥呀？那用啥呀？迷糊啊！啊！老师过来，坐这儿。那不嘚瑟了呢？啊！那不嘚瑟了呢？啊！那谁都咬啊！不是，你瞅他咬，你看啊，老四比老爷威武。那呗，就疯了你啊！你就疯了啊！你咬我，你敢咬我啊？你敢咬我啊？不想活了啊！不想活了，咬我迷糊啊！这个迷糊真是整不了啊！只有他爹能整了他，你呀、啊。
狗屁不是啊。啥也不是，都得老四保护你。你说你那个爹啊，你那个爹呀，就是个撒手掌柜的呀，啥也不管呢，怕老四。这什么，这小迷糊，这小迷糊给石头咬的啊，啥也不是啊，他不懂，咬你脸，离他远点儿。他把小老他把小小迷糊小石头给咬了，知道吗，兄弟们？我看小石头脚还出血吗？拿开，我看小石头脚还出血吗？石头，我看看出血了，不出血啊，还有点，你看，那是他刚才舔的，阴的，阴过去，你看，没事，别动他了。你又吃啥呢，祖宗？哎呀，这小石头啊，这小迷糊啊。你啥时候能长大啊，小迷糊？你啥时候能长大呀你啊啊，要不就买卖了吧。小迷糊，你跟老师俩关一块，跟老师俩关一块。石榴出来，石榴来，石榴出来，来，石榴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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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石榴来。夏天不用包扎，明天消消毒就行了。你打呀，我打谁呀，打迷糊啊，兄弟们，我咋打的呀，打的等于虐狗啊，兄弟们，没法打的，我顶的就是训多训他，吓唬他，知道吗，兄弟们，打他没有用，狗不记打，铁子，狗不记打啊，我可以晚上不给他吃的，我可以饿着他，但是你不能打他，兄弟们，知道吗，狗是既吃的不记打的，知道吗？你越打它越不听话。你别叫，一会儿就给你们吃啊。软硬不吃有啥招？那你说有啥招啊，铁子？一点招都没有。放出来吧，放出来吧，小石头放出来，把小迷糊始终在里头关着去吧，不让小迷糊出来啊，今晚不让小迷糊吃饭。该吃饭，你不能暴力解决。那吃啥饭呢？那给小石头咬成这样还吃啥饭呢？啊？那你想想你该教育时你不教育呗啊？你那你就因为你惹祸了，不让你吃饭。大了就好了，就懂事了，懂个屁事儿，他都多大了，那小明都多大，小明都快两岁了，还大往哪大，不让小明吃，就不让小明吃，那如果你姑娘在学校惹祸了啊，啊，你也不让她吃饭呗，我假如说你姑娘、啊、你姑娘惹祸了，你也不让吃饭呗。那你看看，狗是既吃的不记打，知道吗，你饿它一顿，它就知道你生气了，知道吗，那怎么可能，老师出来了，老师出来，老师出来，老师出来，他总这么跟我比，小明上孤儿院去，孤儿院，孤儿院，我能请你关孤儿院里头，老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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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快点拉粑粑，知道吗，那你把大脚关那个啊，关卫生间呢，还是你先下去溜达一下了，我要跟他大脚溜达一圈，那全拉粑粑，快来，那你带他下去溜去，你再出去溜达一圈啊，我也是溜达，让你站在这儿，让你站
哎，快吃啊！三子别捂啊！别掉了！那怎么还掉下去呢？我怕它掉呀！那怎么能掉下去？那你看看！哎呀！那咋还能掉下去？我怎么明白了？那你看看，那我提，那我。那我提醒的不对吗？我就纳闷了，啊？那我那我我我，那我说错了呗？我就那我掉不下去，我提醒的不对呗？啊、这又是我的错了，这又是。随便。你都激起公怒了。这应该啥也不管。不是兄弟们，这么大地方怎么还能掉下去呢？我行，那你行，那你的意思，那你的意思，啊？那是个狗，它知道个屁呀！那它万一这好奇把头往外钻，一下子就卡住了。那我不对，媳妇，这个门一关死它，这个门关死它，以后不能狗不能从这个门出去。这个门关死了，钥匙呢？不，钥匙反锁上了，以后谁都不能开这个门。哎，不是你要是以后你要是心情不好，那咱就不播，知道不是，别说一句话你就咔咔咔的一下子火就穿上来了，你干啥呀？媳妇儿，我知道那个狗它进它指定掉不下，怎么能掉下去呢？媳妇儿，那就算是它掉不下，媳妇儿，你这话一说吧，我错了，我嘴贱。媳妇儿，你这话一说，就像是我故意把狗往那一关，故意让它掉下去的。我跟你说，只有你自己心里那么龌龊。知道吗？只有你把人想的那么坏，我说什么了吗？我就想知道。你永远把我的话都当成那个啥似的。那你开那个门干啥呀？那别开那个门呢。这都放多少天了？好几天了。我错了，我说话我。他头都钻不过去，他怎么？我错了。你别犟了，那也别吵了，我也不愿意跟你吵。我能跟你一块好好直播，我就代表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嘴贱了。你媳妇说的没错，以防万一，兄弟们，那个地方是他真掉不下去，他头都钻不过去。媳妇，你去下去遛狗去吧，行吗？外面那么黑，我怎么去啊？我去，媳妇，我去。哎呀，老爷每次都这样。
来把小迷糊放出来，不放下不回来，不让他吃了，他把小石头咬坏了，那他把小石头脚都咬坏了。我总在这里头关着，知道吗，兄弟们？我总在这里头关着。哎呀，真是！这他有些话这一说吧，兄弟们，啊，你看我拳头这么大，兄弟们，看我拳头这么大。你看这狗下去，我拳头这么大。你看小石头，兄弟们，小石头，脑瓜子，兄弟们，小石头差不多。对不对？小石头差不多，他在这下面没人叫他，他往里挤啥呀？那这个门我就关死，这个门我关死了，以后不让他上这个门，这门以后不开了。我错了，兄弟们，我错了。啊。我错，一会儿跟我媳妇道歉，我错了。为啥溜达的吃？反正三文他们从小就溜达吃，他们都跟三文学的。对不起，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啊，媳妇儿，对不起啊。本来我也没生气，你也不用，对不起啥的，反正等着我。对不起，媳妇儿，对不起，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对不起啊，你别生气。啊，对不起，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不要老这样的，你越这样越有很多人骂我，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这个事儿挑得无限的大，然后让所有人都去，要不就去攻击你，要不就去。咱现在直播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刚才我感觉他掉，我也感觉他掉不下去。对不起，媳妇儿，我错了。我但是他有掉下去的可能。我媳妇生气呢。你不要再一个人重复我媳妇生气了，我媳妇生气了，我有什么可生气的？那你看媳妇现在气氛都这样式儿了，咱。媳妇你笑一下不就完了吗？你说你也不笑，你笑一下不就完了吗？笑一个呗，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接点商品吧，不介绍了。媳妇儿，你别老这样了，我很烦。对不起，你笑一个呗，媳妇儿。你说你不笑，你也不笑一下子，你笑一下子，微笑一下子也行啊。你骗我笑一下子也行啊。
真的，我老希望我那个我心我少一根心眼，少一根弦，跟缺根弦，就跟傻子一样。真的。媳妇，你笑一下，笑嘿嘿嘿，媳妇哈哈哈哈哈，媳妇嘿嘿嘿，媳妇。哎呀，他还生气呢，这都。这大脚，这大脚是个无底洞，这大脚吃不饱。大脚来，过来来，大脚，大脚的肚子是个无底洞，吃不饱。大脚来，大脚来，过来，大脚，大脚不能吃了，你过来。大脚，过来，你吃太多了啊，你不能吃，不能吃了，你都吃多些了，你瞅瞅你啊，这肚子是个无底洞啊。你都吃多些了，大脚啊！快进去，大脚，快进去！可不能给大脚吃了啊！大脚长大了，不小了，现在没给他称多少重呢。我估计大脚啊，现在呀、啊，现在大脚得有50斤重，兄弟们，大脚得有50斤重啊！兄弟们，大伙想买狗粮呢，狗粮149一袋啊！我媳妇干活呢，看我媳妇干活多，啊，看我媳妇，啊，哎呀，哎，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去，兄弟们，你瞅瞅，上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去，啊，找不着，打个灯笼找不着。那经常看我们直播的铁粉都知道，我以前直播的时候那一点火就着，我现在都已经改跑播了，我都上哪找的这么好媳妇去啊。我为了直播我不惜的跟他一样呢，但是我跟你说有些太过分，知道吧，有点狠心。你要觉得你心情不好，那今天咱就休息，咱就不播。但是我为啥心情不好啊，媳妇，媳妇为啥心情不好啊，啊，我都每天我都不高兴，我每天我都让着你，我干啥我都可着你，你说干啥我就。媳妇，那你告诉我为啥心情不好？我哪知道你为啥心情不好？我天天，我有些事我不想在直播间里说。但是我觉得我是你媳妇，我给你的意见最起码你得听吧。啊。你得参考吧。你不能说那我给你点啥意见。啊，你咔咔咔的，你就非得往偏激的那种想，你总觉得我说的话是坏的，我不知道为啥，我一给你什么意见，你总觉得我是在针对你，你总觉得我好像是有坏心眼的似的，我可搞不明白了。哎呀，我媳妇真好。迷糊啊，想不想吃饭？迷糊，迷糊想不想吃饭？你在这边饿着吧啊。姥姥说的对，姥姥教训的好啊。哎呀，俺俩咋的呢？这是我不愿意，就是我知道的事儿，我不愿意让别人总是嘀咕，总是说。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别人一说你的话，就感像是，别人一说你的话，就像是让人感觉我不细心，知道吗？我有缺点。其实有没有缺点？我有缺点，但是呢，别人一说吧，一提出来，就把我的缺点给我扩大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让你提出来，让你把我的缺点提出来，但是我不想让粉丝把我的缺点提出来。就这么简单，你我说你行，别人说你不行，就像我一样，你说我可以，别人说我就是不可以。那谁对你最亲呢？谁可以把心掏心掏肺的？老爷狮子座吗？我是天秤座的。其实我天秤座还天蝎座？我不知道你啥座。啊？多疑座。多不是啊，双鱼座，我是多鱼座。你是多疑座，多余座，看看，多疑，我就俩疑，一个大疑，一个二疑，还有三疑，媳妇儿，
四姨是我妈，三个姨媳妇，多姨座。你俩姨座，媳妇儿，你大姨和你二姨，你俩姨座。我觉得俺俩有分。你大姨和你小姨。我觉得俺俩有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分。啊，我还是没做。但是我这下播就好了，知道吗？我下播就好了，下播就没事了，兄弟们，快笑，快笑了，逗他。绝对不是天蝎座的。来，欢迎大家伙啊！大家伙先把咱家这个媳妇儿，咱这个那什么呢？媳妇儿，你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家这个那压缩毛巾呗，媳妇儿行不行？看我媳妇儿介绍。压缩毛巾不能拆电。看我媳妇儿的介绍的好不好？怎么了？压缩毛巾，看我媳妇儿介绍的好不好，兄弟们？啊！我压缩呢，我说我一介绍我就想让用它擦腚，我不想介绍。也行啊，媳妇儿也能擦屁股呀，你能擦脸，能擦屁股，还能擦嘴。啊！接下来由我媳妇儿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家的压缩毛巾，老铁们啊，压缩毛巾，媳妇儿你把压缩毛巾拿过来，介绍一下子，媳妇儿你看，媳妇儿我都好了，你说你没好，媳妇儿，我下播之后我必须要跟你好好谈谈，要不实在不行我就回家。我都好了，你都没好，媳妇儿你干啥呀？你这是啊？你就在直播间谈呗，媳妇儿。我在直播间你谈吗？啊，你说。咋的了，媳妇儿？这是压缩毛巾啊，然后那个。一个是有三个那个规格的，一个是二十片的。我媳妇想家了。媳妇是不是每天晚上直播这么晚，太累了你？啊？要不从明天晚上开始你就上那屋睡觉吧。我说了我不累，我要想累我就不能跟你来了。那你别哭啊，媳妇儿啊，你有啥？哎呀，媳妇儿，你感觉来咱来杭州，你受委屈了，媳妇儿啊？我没受委屈，哎，我也不想来这儿。你说我也这么难讲，咱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你说咱上沈阳也是外地，上哈尔滨也是外地，媳妇儿，上长春也是外地，那杭州也是外地，他们几个划等号的，杭州就离家远一点。但这个地方，咱现在这个地方也没人找，也没人打扰，这地方也没人说你扰民，是不媳妇儿？啊？你其他那些城市，我为什么没想家？咱就不说别的，咱来这是为了干啥的？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让狗有个这么大地方玩吧。你要是单纯为了让狗在这，我跟你说，我就在直播间实打实说句掏心窝的话，来这儿就是为了挣钱。一个道理，就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大，没有，可以不打扰到别人。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为什么离家那么远？是不是为了出来挣钱？现在天天都能在这闲的屁呲呲的，在这干啥呀？还不如回
哎，去选个品，这不行那不行，人家实打实的告诉你了，你就是啊，多疑的，哎，一会儿这个，一会儿人家一句话说了860遍，你一句你都记不，我就想你弹琴，你记啥呢？啊，你问的人家都一句儿完，说你看我说啥你不信，那你不会往心里记吗？为什么一个问题要问好多好多遍？就这样，我跟你说，一个合作商都不带找你合作的。我跟你说，我都说了，我不。那我媳妇儿，我怕啥？我问仔细了，我问仔细了。OK 了，那东西得好啊。那你觉得好？那人家说好就是好啊，媳妇儿。那你告诉我，那什么？那他说这个东西是好的，那就是好的呀。你不得自己去了解这东西吗？对，你自己去了解。就跟那个一加一等于二，媳妇儿，你说他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你人家告诉你等于二不对呀，你得自己想着他为什么等于二。就像咱今天咱去找东西，那个东西好不好？你不能说他说好就是好，知道吗，媳妇儿？我也知道，我也不想问他那么多，媳妇儿，那就是那一个，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你说，哎，你这东西是不是正品？人家告诉你确实是正品，我什么都东西都有。那说为什么过一会儿你还问个这？你确定是正品吗？媳妇儿，你觉得有？我跟你说，人这边人跟咱北。媳妇儿，我告诉你，不是说有证件、有生产许可、有营业许可、有什么检测报告，那就是好东西，知道吗，媳妇儿？那些东西都能作假。知道吧，你得对上，能前后能对上。这玩意儿也能作假，你自己生产，你自己整个厂的。吃的东西吧，这些是用的东西，知道吧？用的东西它不往身体里走，不是吃肚里东西。你可以随便，媳妇，这些东西。你能让我说话啊？我跟你说，媳妇，我跟你说，就咱这些东西用的东西，袜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穿的东西。媳妇儿，他可以要求不那么高，但是吃的东西必须得要求高，媳妇儿知道吗？吃的东西，人用的东西，洗漱的东西，洗护的东西，吃了肚里东西，必须要求高。你能听我说的话吗？啊，你说。我不是说不让你问。啊。我也没说不让你核实，我只不过说一句话，你说一次就完事儿了，让人家该给的东西给，你自己在那敲敲敲敲对就得了，你不懂的问一句就得了。那怎么问一句得了呢，媳妇儿？那人家说好那就好了呗，意思是，哎，我说哥，行，我跟你沟通不了，我说的什么话你都听不懂。媳妇儿，我你能听懂，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哥，你这东西怎么样？是吧？人家咔给你解完了，解释完了，人家东西，人家意思就表。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就说，哎，是你这个东西怎么样？什么规格的？是不是？你这产品的那个质检报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所有的证件，你都给我找出来，然后我自己坐这对。你说一看，哎，这为什么这个生产许可证和这个对不上？你问的是怎么回事？你觉得行就拿，不行就拉倒，是不是一目了然的东西？哎，咱在直播间别掰扯。对呀，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想在直播间跟你掰扯，你非得让我跟你说。还有，为什么我不觉得想家？我都跟你说了860遍，我不怕苦，我也不怕累。我要是怕苦怕累，我就不跟你来了。我在家，我带着孩子，我跟着我妈在一块生活，我不好吗？啊，我上这儿来，我天天跟你们晒的跟他们那个啥似的，我来这儿干啥呀？我就觉得我跟你我谈不通一个心去，你知道吗？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我买啥，我买多疑，你知道吗？就我掏出来100个心给你，你总觉得我是那怎么能多疑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我啥是多疑呀？啊？就东西我多问几遍还不对吗，媳妇儿？我现在我都没再跟你谈这个产品的，你又来给我唠这个产品，你就觉得咱俩沟通有没有问题啊？你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每天我都怕你生气，我在直播间给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你让我咋地我咋地，我就怕你不高兴。你说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就恨不得你说让我在卫生间坐一天，我都在卫生间坐一天，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我没让你咋的，媳妇儿啊？哎呀，
我天，我啥也不寻思，我就寻思我每天每天早上遛遛狗，每天把咱这地方热热的话，每天多通风，别让狗狗中暑，对不对？多喂点水，是不是？多研究点有意思的段子，是不是？给大家伙多带两个好东西，就这点事儿。那我寻思别的了吗？我是天天我坐这，我寻思吃了，我还寻思喝了，我还寻思乱七八糟的了。我是不是天天我在寻思今天进农品，天天卖啥，能干啥能多挣点钱？我是不是也寻思这些呀？哎呀，没有好东西，我也不想卖，媳妇知道吧？我想卖的话，我一天开好几场。你没好东西，你说你。到时候东西不好的话，大家对你失望，知道吗？我就觉得在这浪费时间，我天天我也不想打叫你积极性，你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然后你天天还老冲我发脾气，你心情不好你老冲我嚷，我一天我能跟你说860遍对不起，那我这对不起我对不起谁了呀？我为啥跟你说对不起？我为啥跟你说我错了呀？你为什么？我们不想跟你吵架，你懂吗？你不要再犟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不要再犟了。媳妇儿，媳妇儿，其实你，我知道，媳妇儿，我知道你跟我在一块挺难的，但是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你肯定受委屈了，对不对？啊？我没受委屈。你没受委屈是怎么挤出眼泪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得寸进尺。对你好，你不知道对你好，你总觉得我在害你。我没想让你过来受委屈去，我就想都大伙都开开心心的，对不对？咱带狗子，咱带着他们出来。我是不是这每天在一块不挺好的吗？今天晚上之前，我是每天我瞅你，我都笑么呵的，不管是你心情不好，还我都主动人，我说你是不是渴了？你饿不饿呀？我是不是每天都笑么呵的对你啊？哎呀，两人缺少沟通。的确是缺少沟通，媳妇儿。很少，俺俩出来之后很少说我俩之间的事儿。我所以说，我为什么不想在直播间跟你谈这些问题？这回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你谈了吗？我配合你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好；我不配合你，我真正谈到问题的时候，人都说让你换一个媳妇儿吧。其实我也想说，你也换个媳妇儿吧。我问你们谁行，你们谁来跟他过啊？不用在那叭叭没用的。我跟你说，我虽然说脾气好，但是我看见你们说那些没有用的话，我们就忍不住发火。哎呀，欢迎大家伙啊，兄弟姐妹们啊，感谢大家，老铁们。咱家这个东西，咱家这个东西啊，都研究很长很长时间了，知道吧，兄弟们？咱自从碰着都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东西，知道吗？啊，咱又上人家店里头，上人家厂家，啊，兄弟们，
这种挺不错的，人家生产环境，而且生产环境啊特别的干净，知道吧？像仓库啥的都可干净了，兄弟们。然后人家做的包装啥的都特别，兄弟们，你看，都特别新颖，知道吗，兄弟们？这个压缩毛巾还挺实用的，兄弟们啊，而且还性价比还高，比别人家卖的还便宜，知道吗，兄弟们？啊，也是咱家的粉丝，也是咱们家粉丝，也认识我，知道，所以给咱们家价格便宜，啊，比网上卖的便宜多了。所以兄弟们，你们又想拍的话，你们可以拍第一个链接啊，9.9元，兄弟们，9.9元的话，啊，20个，然后19.9元50个，然后呢是29.9元呢，兄弟们，这个压缩毛巾是100个，你在别人家想买100个呀，都得花50多米，兄弟们，在咱们家能比外面能省20多米，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子。其实我跟你说，兄弟们，你在外面买的压缩毛巾呢，都是一样的东西，兄弟们知道吗？啊，因为他们这个技术，兄弟们啊，这个生产加工这个技术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技术，知道吧，兄弟们啊？因为这些东西是新上的东西，知道吧？大家伙都在学同样的技术，就是看谁家做的精细一点，知道吧，老铁们？啊，冲老爷的面子。感谢快乐林啊，兄弟们，你们想买咱家这个洁面那个压缩毛巾的话，你们可以拍的啊，能拆开看看啥样吗？现在里边就是这样式的啊，里边就是这样式的，看到吗？这个压缩毛巾这么大一块啊，这么大一块，拆开之后就这样式的，看到吗？这么块压缩毛巾，兄弟们，这压缩之后的啊，咱家这个压缩毛巾是纯棉的，兄弟们，啊，看了吗？迷你小巧，便于携带，材质环保材质，高温消毒，安全卫生，啊，兄弟们，你看这个压缩毛巾，就这么一块，扔在水里，立马就膨胀了，兄弟们看了吗？你看，弄到水里立马就膨胀了，看到兄弟们，它现在就是一条毛巾，24厘米乘以30厘米，老铁们，24厘米乘以30厘米，啊，甩开之后，就是一张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这一条，啊，一次性毛巾，兄弟们，啊，但是可以反复使用，啊，你晚上用完给它晾起来，第二天早还可以用，兄弟们。啊，现在压缩毛巾特别流行，兄弟们啊，刚流行起来的。这个压缩毛巾呢，咱们自己用啊，啊，比用那个毛巾好多了，因为那个毛巾呢，啊，咱上宾馆呢，出门啊，老铁们住旅店呢，啊，那个旅店那个宾馆那个毛巾呢，不一定干净，知道吧？因为它反复用、反复洗、反复消毒，但是咱这个呢是一次性的，知道吧，兄弟们啊，啊，非常卫生，非常干净。啊，老铁们，大小的话，兄弟们，24厘米乘以30厘米，这个啊，一次性马桶垫有吗？出差旅游很方便，没有，现在没有，老铁们，现在咱家没有，嗯，相信你，咱俩这个卖的非常便宜，兄弟们啊，你在别人家花同样的价钱的话，兄弟们，你们能买到40片。兄弟们，花同样价钱的话，你们能买到40片，但是在咱们家，兄弟们啊，在咱们家能买到100片，啊，在咱家能买到100片，压缩毛巾，拍了，支持老爷，感谢大家伙支持啊，可以多卖小商品，拍了100片，兄弟们，这个明天就能给大家伙发货了，老铁们啊，咱家这个压缩毛巾明天就可以给大家伙发货了，其实这两天也可以给大家伙发货。就是没有合适的快递，知道吗，兄弟们？啊，老大真贴心。老大过来，老大来，老大来，老大，啊，嗯，这个压缩毛巾吸水效果，而且吸水效果特别好，兄弟们啊！啊，老大，给老大擦擦，给老大擦脸，啊，这给人用的，兄弟们啊，这个就该让老大擦脸了。老大，老大你擦了。
哎，给老大擦擦脸啊。老大没有泪痕，你看老四上火有泪痕，老四有泪痕，老四老爷给擦一擦，四哥来啊，给老四擦一擦啊。咱洗完脸之后啊，在家里也可以用，用完了之后呢，兄弟们，哎，还可以给狗子擦擦脸啊，给狗子也可以给他擦一擦啊，而且还可以，兄弟们，你用完之后还可以擦桌子、擦板凳啥的，兄弟们，这个压缩毛巾啊，嗯，而且你洗不变形，知道不，兄弟们？你放水里头洗，你搓怎么搓它都不变形，知道吗？老铁们，主要是吸水效果好啊。多弄点人吃的，毕竟不是家家都有都养狗。什么材料做的毛巾？棉，兄弟们啊，棉。真的有材料，兄弟们。嗯，纤维棉，植物纤维棉，兄弟们。植物纤维棉，超大尺寸，坚韧耐用，便于携带，环保材质。这个老了一肚子经典语录可以拍段子了。万事开头难呢，100片真是划算，100片才29.9块，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学学澳洲杨姐卖货。哎呀，兄弟们，我不想自己卖，一直都卖货，知道吧？我的目标是啥呢？我想带着咱家狗一块玩儿，在玩的时候啊，边玩边卖。我就不愿意整那个整场直播都卖货那种。感谢蝶凉啊，感谢咱榜一啊，咱家榜一姐姐，兄弟们啊，这叫什么凉？是念蝶凉吗？啊，感谢咱榜一姐姐，兄弟们啊，咱给榜一姐姐点关注啊，老铁们啊，谢谢姐姐送来的告白气球。我问你，就是因为你总这么说，你总这么说，所以你卖专场的时候，所有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骂你。啊、嗯，那我以后我开不就卖货吗，媳妇？我不是我的，你看你总是扭曲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你话不能那么说。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呀，媳妇儿。我是话不能那么说，但是我感觉我说的是实话呀。那我对你说的我也是实话呀，我也没跟你耍白心眼的呀，我也是实的实的跟你说呀。那为什么你就要？咱可以做专场，媳妇儿，咱做专场，不要说总做专场。你看我卖货就我可喜欢就是跟狗一块玩完之后中途的时候插个小广告，中途的时候插个小广告，一点不影响大家心情。就跟看电视剧中途插个广告一样，我有点说我不实在的，我是坑你们了，还是骗你们，还是咋地了？我跟你说，如果我要是不实在的话，三文爹对你们也不带实在的，说话跟不经过大脑子没长脑子似的。元鸡蛋买10个送8个啊，兄弟们啊，第4个链接，元鸡蛋买10个送8个，买20送20，买30送40，兄弟们，元鸡蛋买30送40啊，在下方小购物车第5个链接，第4个链接，兄弟姐妹们啊，媳妇你说啥？我该溜他们去了，四哥呀。待会儿没拍洁面巾的，没拍咱家这个压缩毛巾的，兄弟们啊。你们看压缩毛巾什么样了吗，老铁们啊，压缩毛巾就这么大一片啊，泡起来兄弟们遇水就开了，这个压缩毛巾兄弟们啊，一张毛巾泡完之后啊，它的尺寸是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老铁们啊，24厘米乘以30厘米了啊，老铁们啊，咱家是29.9块100片，合到2毛钱一片，是不是媳妇儿？媳妇儿是不是合2毛钱一片？2.9毛啊，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还有25单，兄弟们啊，还有25单，卖完这25单我今天就不卖了，然后咱们明天就能发货，兄弟们明天就能发货，掉不掉毛啊？
他们现在是每天都出去很多很多趟，啊，也掉毛，但是屋里头基本上没有毛。营养膏，咱家营养膏是22.9一支，兄弟们，哎，22.9一支，在下方小购是第19链接，兄弟们啊，卫士营养膏22.5一支，老铁们，第19个链接22.5一支啊，22.5，卫士的一支120克，兄弟们，咱家营养膏是一支120克啊。嗯，这个卫士的兄弟们啊，现在卫士的卖的老贵了，兄弟们啊，现在卫士卖老贵了，咱家卖22.5一只，120克营养膏，猫狗都能吃，啊，非常便宜，兄弟们啊，然后是99块钱，兄弟们，22.9一只，22.5一只吧，然后咱是卖99.9五只啊，99.9五只，人家问毛巾掉毛不，毛巾不掉毛，兄弟们啊。毛巾不掉毛啊，没有渣，兄弟们啊，你们可以在阳光底下，兄弟们，你拿这个毛巾在阳光底下晃了，兄弟们啊，它不带掉渣的啊，没有那种，兄弟们，你一晃之后止血啥的没有，兄弟们啊，不掉渣啊，毛巾不掉毛，毛巾不掉渣，湿的怎么掉毛？你晒干了它也不掉毛，兄弟们，知道吧？你晒了晒干它也不掉。嗯，哎呀，谢谢家人们啊，兄弟们啊，我回遛遛狗去，来，明花，明花出来吧，他们吃完狗粮了吗？买了100的，谢谢大家伙。明花，大脚出来吧。啊，走，咱出去，咱出去溜溜去，走。咱出去溜溜去，走。走，大脚走。啊，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呀，没开灯，没开灯。灯开开啊！哎呀，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啊，每天最开心一件事儿啊，啊，他们几个就出来跑一跑，啊，还是不够亮，兄弟们啊，这顶上如果有灯就好了啊，兄弟们，这个上面如果有灯就好了，这就老亮了。院里头狗沐浴露没有了吗？狗沐浴露有啊，兄弟们，狗的沐浴露在，狗的沐浴露怎么没有了呢？我给你加啊，铁子，沐浴露在最后一个链接，拍一发二啊，兄弟们啊，拍一瓶发两瓶，在最后一个链接，58块钱两瓶，大院子真好，58块钱两瓶，过来来，过来老师来，听话来，上这边来玩，上这边来玩，啊，那边这边亮堂，过来来，石亮快来，那么黑，他们肯定往那边跑了。1点了还出去，不扰民吗？哎呀，兄弟们，你看都没有人，然后这附近都没有，人都没有人，咱狗不扰民，兄弟。嗯，你看他们出来，他们也不叫唤呢，是不是？他们出来也不叫唤呢，知道吗，兄弟们？过来，大姐来，过来来。租的啊，兄弟们啊，这租的，石亮，老高兴了，你瞧瞧，疯了，又疯了，营养膏，
营养膏22.5块一支，99.9块五支。老四，我靠你哥，老四叫你的，四哥不能叫老四啊，干啥呢？三过来，来，不能叫我啊。石榴没事就行了，石榴脚不出血。石榴自己上楼了，他自己上楼了，兄弟。还有想买罐头的兄弟们啊，咱家顽皮罐头是，兄弟们19.9块顽皮罐头，19.9给大伙发3罐啊，兄弟们啊。啊，你哥，你们疯了吧？19.93罐罐头啊，倒了。你就他们几个，啊？那你们有多败家？啊？你说你们几个多败家？你瞅瞅。顽皮罐子19.93罐，兄弟们啊，一罐是375克，大罐罐头一罐是375克，拍一发3罐，确实需要新品。好了，老四啊，赶紧上厕所，上厕所咱回去了。沐浴露拍了，啥时候发货？明天就能发货，兄弟们啊，咱的沐浴露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压缩毛巾发什么快递呀？咱家是发中通吧？啊，应该是中通，还有中通的，然后呢，咱们是从杭州发货，兄弟们啊，中通或者是百事，兄弟们啊，过来，买了100多米，我买了100多米，营养膏也能发，兄弟们啊，营养膏也是从杭州发货啊。老四，来，过来，来，过来，来，我一蹲下，他们就过来了。停，定住，老四，定着，老四坐好了，坐好了，四哥，你看。四哥，你来上这儿了，感谢大家伙啊！老四，过来，四哥来，你坐这儿，四哥来，四哥坐这儿，不许动，不能跑了。啊，你说你累不累，四哥？啊，晚上凉快，兄弟们，你们听着风动静了吗？凉快。营养膏，什么？营养膏泰迪8个月能吃，兄弟们啊，能吃啊！过来，不会在屋里拉粑粑啊！我告诉你们，老人家真心不黑，好人。哎呀，黑啥呀，兄弟们？有啥可黑的呢？对不对？这咱家卖的东西都透明价。知道吗？我卖东西都透明价。你看我平时的时候，从来不是说把东西涨那么贵，兄弟们知道吗？做平时，咱们搞活动的时候，卖宠用品专场的时候，兄弟们，啊，平时的时候和专场的时候就差一点，知道不，兄弟们？就差一点，啊，你因为你不得不差，兄弟们，你要不差的话，大家伙平时买的话，一到专场的时候，兄弟们，啊。待会儿快还得回头再找我，也不方便，所以我卖专场的时候和平时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儿，知道吧？你平时买也便宜，你是搞上专场买，你可能更便宜，但是差的不多。到这儿了，咋了？那三阳想回去了，走吧，走吧。放进太阳下，走，过来，来，过来，来，石头来。
我看一下石头脚流不流血，兄弟们啊，石头脚应该不流血的，因为它没有多大口。石头来，坐好了。你看不流了，兄弟们。啊，这个脚，不流血了，它已经干木了，它就是把脚底板咬破一层皮儿，知道吧？因为狗狗的脚底下，兄弟们，狗狗的脚底下是一层垫儿，它那垫儿特别敏感，知道吧？小蜜蜂把小石头那个脚底下的脚垫儿咬坏了，知道吧？它那个脚垫儿就是毛细血管特别多，知道吧？因为脚垫底下需要散热呀，狗狗的脚垫需要散热，毛细血管特别厚，知道吧？它刚咬坏的时候肯定会出很多血，一会儿就好了。现在没事了，揍。为什么说话气泡变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你看，有的是蓝气泡，有的是啊，可能是你平时刷礼物刷的多的话啊，你有气泡变化。评论：狗狗半岁的可以吃吗？朵拉。狗狗半岁的可以吃，半岁的可以吃你家的狗粮不？半岁的狗可以吃啊，兄弟们啊，可以吃俺家狗粮啊。咱的狗粮在第五个链接，149一袋，20斤的狗粮可以吃。送礼物就是蓝的，你看，它可能跟级别有关系。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你看蓝气泡，你看啊，送礼物的就是蓝气泡是吗？梦，我看一下了啊。他可能真是跟这个送礼物有关系，兄弟们看了吗？我的就是蓝的 AA777797， 你看啊 AA777797， 不管送多少钱它都是蓝色的。看是不是啊 AA777797， 你不管送多少它都是蓝的，是不是？感谢大家伙啊，感谢大家伙送的礼物，感谢朵拉姐姐啊，给小牛吃点吧。迷糊你吃不吃迷糊？果然是啊，哪怕是你送一毛钱的礼物啊，你说话它也是变蓝了，是不是兄弟们？嗯，感谢家人们啊，谢谢家人们啊。贼头贼脑的，迷糊是不是？迷糊来，大脚，大脚瞅你肚子，瞅你肚子都多大了啊！迷糊啊，以后不能咬妈妈了，迷糊啊！兄弟们，我告诉你们，狗子吧，狗子们他们几个玩吧，都是无心的，知道吗，老铁们？狗狗他们几个在一块玩都是无心的，都不是说啊自己愿意咬的，知道吗？就是玩着玩着就急眼了，知道吧？啊，都蓝了，这回不是绿色的。玩着玩着他就急眼了，但绝对不是有心咬的。我相信小迷糊，兄弟们啊。狗子们之间玩犯错很正常，兄弟们，你就别说小迷糊咬小石榴了，兄弟们，居然老四还咬自己家儿子呢。老爷给 Seven 雇保姆不？我去免费的，喜欢 Seven 雇保姆啊？就管你家 Seven 呢？你要雇保姆的话，得养这一大家子啊。雇保姆的话得养这一大家子，你不光是看狗啊，还得看人啊，还得做饭啊。雇保姆就跟雇个助理差不多，兄弟们，啥都得管，累，我跟你说，一般人干不了。我绿了。绿了，你绿了呀，啊，我绿了，不好听啊，
啊，谁都没绿，老四绿了，四哥绿了。兄弟们，行了啊，一点多了，老铁们啊，大伙早点学习。我四哥绿了，谁都没绿，兄弟们，就我四哥绿了，我四哥真绿了，四哥呀，你绿了呀，四哥呀，啊，感谢大家家人们送的礼物，兄弟们啊，家人们都不要送礼物了，谢谢家人们，咱们晚安，兄弟们，咱们晚安，一点多了，不早了，兄弟们啊，我也遛完狗了，啊，狗子们也吃完了，啊，兄弟们。咱们拜拜吧，好吧，明天见吧。直播间这么多人，好朋友们还没睡觉呢，兄弟们一点多了，早点休息啊。家人们拜拜，咱们明天见，家人们拜拜啊。四哥快来跟大伙儿再说声再见，老师来，老四一二三来，老四你快跟家人们说点再见，老四快来，老四要不要媳妇了？给你找媳妇来，快来，老四找。这明天让你给，明天让你找，乖老师来找媳妇儿。好，四哥坐好了，四哥来，四哥坐好了，四哥，你跟家人说拜拜，老师来拜拜，四哥拜拜怎么说？老师拜拜怎么说？老师拜拜怎么说？老师拜拜，四哥拜拜，老师拜拜，老师四哥拜拜，老师。真懒了，我四哥呀！拜拜，兄弟们啊！谢谢家人们，晚安啊！拜拜。